啊，但是我都告诉自己，这一团30个出去十几天，回来至少1/3要跟我在同一桌吃素了，慢慢影响他们，送书给他们。那个时候赚钱不是动机了，是利用这些因缘机会，啊，所以告诉他们佛法了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也应该发这个愿，所以辩才无碍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你不能说算了，天天你讲就好了，不需要我来讲。像各位中了一个很好的音，会马来语，会中文，会广东话，我看各位讲可多了，就不讲佛法，其他什么都讲，是吧？啊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啊，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奇怪，这个弘扬法师佛法的法师很多，但是我比较少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师，啊，有这个弘扬佛法的袋子不多不多，啊，所以各位你不能等了，你要自己好吧，我来吧，自己要开始学习了啊。第16，唯有无限的付出，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全部。这个地方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为他付出，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为他付出，就要这个想法。但是如果你想要占有，围墙起来，那你就缩小了你自己，你跟世界在对抗，那太苦了吧，啊，所以各位不管走到哪里，我们的家是我们暂时一止的地方，但是呢世界就是道场，啊，苦难的地方是我们的道场，世间悲心的地方，啊。第17，好人脸上经常挂着笑容，而做坏事的人心中常感惶恐，会怕人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啊，就不自在了，啊。第18，自修性就是不发脾气，自修身就是不做坏事，啊，所以站在菩萨道不能发脾气，这是我们的本性，啊，然后身体不做坏事。第十页，希望各位常学我很喜欢念的，啊，然后我觉得念看跟念不一样，边看边念，我们的耳根是六根里面最清净的，所以这个声音你念了，啊，就进入你的意识里面，哦，所以为什么读诵经典功德很大，就是这样，你看的跟读了就不一样了，啊，然后所以各位念出来自利利他，也给众生听啊，啊，这个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我们要观想，我们念出来给他们听，然后所以希望各位呢，读书会啊，我念你来听，你念我来听，啊，念给大家听，而期望各位像这么浅，你会英文又把它转成英文的，录个 CD， 那现在开车很无聊，就放来听听，啊，然后听听很有道理，帮助别人很多，啊。第10页第1，来。攀缘是一切苦恼的根本，人道无求品自高，求人苦恼就来了。所以像我们今天各位来这个地方是攀缘吗？不是，我们就是来参加法会，来做一点好事，就没有压力。我来这边是为了想要将来我想要做什么，啊，有一点私心的话压力就会来了，啊，所以各位呢不要攀缘，但是为了佛法你可以去攀缘，我所谓攀缘是自私的，如果为了佛法要主动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你要主动，啊，主动跟隔壁的人讲讲话送东西，将来有机会呢要给把佛教的书也要送给他看，那个不叫攀缘，那个是利益众生了，啊，但是如果为自己的就是攀缘，就不对了。第2，修学佛法时心地一尘不染才是恭敬，心里有杂念即不恭敬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以后各位在打坐看经或看佛书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自己心里现在什么坏的念头都没有，就是想要研究佛法，就是要恭敬三宝，那个时候来非常好。所以我们会念净化咒或是观空咒，啊，或是拜拜佛，再来看内心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啊。3，
贪是一切烦恼中之根本烦恼，一切坏事均由贪字而来，所以贪摆在前面，贪是最猛烈的火。所以各位要问自己，像我们出家人是人也会贪呢，也会贪，有个人贪个人的不一样的，但是就我们要针对这个而修行，不要让自己喜欢贪这个。有些贪睡觉，不爱钱那贪睡觉，有些贪别人要尊敬他，接受他的意见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这个贪，那就不好了，第四，佛陀教我们修布施之用意，是在破烦恼，因为悭贪是主要的烦恼。古德说，佛法无他，只有一布施，佛法就是布施了。出家人干嘛出家？布施自己给众生。为什么要念地藏经？法布施给众生，因为你不断的布施，你的悭贪自我就不见了，叫布施度悭贪。